千百年来，青春的力量、青春的涌动、青春的创造，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。始终有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。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。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，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，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。越是要善于，100年来，中国共青团。 始终与党同心，跟党奋斗，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，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，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，把光荣镌刻在。 历史行进的史册里，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，中国共青团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，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。